将军有所不知，其实那个赵海晓也在不断的煽动我，让我检举您及工作队的问题。说实话吧，我的手下也真的发现了工作队某些人的异常行动。那到底有些什么异常行为呢？谋臣愿闻其详。 将军稍候，严总管，去我的书房，把桌上的文件夹拿来。是。蔡将军，请喝茶。 图片中的那个茶楼，就是共党在江东的秘密驿站。当我们党通局行动处破获此处时，而蔡队长正巧去了那里。当然了，这也许也是个巧合。连大老弟，依我之见，你是不是神经有点过度敏感了？少峰到茶楼去买个茶，喝个茶。 也要成为党通局的怀疑对象吗？我们手下人调查过，蔡队长平时不爱喝茶，更何况在那个时候，偏偏要去那里买所谓的明前碧螺春。连达老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平时喝茶都是少峰出去采买，他知道我有此偏好，不足为奇呀。 既然蔡将军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把这事情暂时先压下来，不再深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想跟蔡将军精诚团结，为党国的戡乱救国尽心尽力呀。好说，好说。蔡将军，请喝茶。连达老弟。 抗战胜利以后，江州的汉奸案都是你办的吧？是。查了多少？大大小小，一共54个。哎呦，成绩不小啊！抗战结束以后，作为党部主任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加之连达痛恨那些汉奸卖国贼，所以就用心的查了。何志忠的案子。 怎么没查出来？查了，何志忠在抗战期间没有投靠日本人。既然你不怀疑他，为什么查他？其实是这个样子。当时我把大商人以及有名望的人，都通通做了一遍摸底，尤其是米行老板。反正日军伪军都要吃粮，少不了要和米行老板打交道。何志忠声誉不小。 当然会在此列，但是当时他确实拒绝把米卖给日本人。何志忠已经交代了，承认他自己是汉奸。啊？那一定是漏网了。哎呦，这是我工作上的纰漏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。据他交代，他的德隆米行和金生公司的生意。 做的还是很大的呀。金生公司是连生和几个上海的股东一起创办的，具体经营情况我还是不太了解。是这样？的确是这样。连达老弟，不用紧张，你要相信，事情总归会弄清楚的。是是是，啊。 我听说罗家花园景致精雅，能否让我一饱眼福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不过横门闭户，恐怕不入将军的眼啊。请。哟，蔡将军，罗先生在啊。我这刚回家，蔡将军，您这是要走啊？
蔡将军想去咱们家花园转转。哦，大哥，你的腿不好，让我陪着蔡将军吧。也好也好。阿贵，阿贵，带路花园。是，来，蔡将军，请。好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江州多名媛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 哈，罗会长，据何志忠交代说，你的金生公司和他生意来往密切，可是你跟少峰说，你们并没有来往生意，我到底是该信谁呢？谁说的是实话呀？您当然得信我了，蔡将军。为什么？从何志忠陷害顾同兴的事实来看，他就不是一个说实话的人呐。哈哈哈哈。 白将军，啊，以后常来啊。嗯，连大老弟，啊，连大老弟，那批运往宁波的大米出了问题。怎么了？让共党的太湖游击队给劫走了。什么？那？ 派去押船的那些人，问题有可能就出现在那几个人身上。我一直跟周边的人说，船是开往南京的，可是共党的游击队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太湖水道上。你想想，要不是那几个人走漏了风声，这几个土包子游击队，难道能掐会算不成？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行了，这种不上台面的事儿，还是别闹大了。可是，我们只当是哑巴吃黄连吧。他这是要毒吞呢。大哥，他这招玩的高妙啊！就算是你知道他毒吞，又能怎么样？ 从他一再盘问何志忠汉奸一事来看，蔡谋成是要改变策略。何志忠已经死了，你不用在乎这个。不，还有一个人，江青云。如果他的汉奸案被翻了出来，那我们和傅景公可就都有大麻烦了。你还没听出来吗？蔡谋成。 尤其关注江青云的案子，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这倒是，江青云的女儿江柳英，这次为了他舅舅的事情打闹工作队。如果这次是换成他的亲爹，他更加不会善罢甘休。